黄顺拉。 哎呀妈了，越打越那个大，吃的最少。领导席，领导席，你们看这工人正在床都下不到了，你看嘛，有安好生的水，看嘛，安好生的水，土里头干净。 好，看这鬼鬼事这又长到点谁？看一下，这好家伙成神社了。 大家看一看啊，我们这是四川省江油市，瘴气镇北平村三组啊。现在天已经安完了，现在正在下着大暴雨啊。大家看一看，对面的田已经全部安完了，所以你们看到，你们看朝天门那个门垛儿都安到了，这已经安完了。河水涨的大，他妈的全部淹烂平了，下了两三年雨，都淹烂平了。那么这也是海堤的旁边，安得安逸的很喽，安得有点恼火哟。
马上要按到一楼了。现在这个就在屋里，在你看屋里都安了半截了，一楼全部都安完了，一楼都安完了。说话，下个星期感觉我也好狠。哎呀，快穿棚的了。